人物排大人物，潘玮柏鼻青脸肿，歪脸变僵尸。金钟影帝潘玮柏疑似中邪。喂，搞得满脸是血，想吓死人啊！我好冷。而日前在金钟奖封地却被屌到不行，全是大人物慈善摄影展中伤痕累累的生命斗士，还真贴切。只是他画成这样还被取笑。如果没有伤口，我好像中毒过度。最近的心境，我没有被打得这么惨过了，内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伤疤，伤疤很让男人变成男人。手上还贴上微笑符号，强调斗士不被击倒概念。我本来就是从噗噗噗噗这样、慢慢做，所以我可以了解上游、下游、上面、下面的所有人的一些心思、心情。伤疤有时候可能会留着，但是伤疤也是让一个人可以更成长。请支持大人物慈善摄影展，让更多有梦的青少年圆梦，让许多的青少年可以圆梦，让小人物有机会成为大人物。明天你也是大人物，明天你也是大人物，明天你也是大人物。苹果乐新闻大人物摄影展12月17号开跑报道。